看到市长谢国良来敬小米酒，马上燃起原住民朋友们的热情，和市长开心合照，也回敬小米酒，大家就像亲朋好友般见面一样，毫无距离感。原住民联合丰年祭活动在原住民文化会馆热闹举行，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、市议员陈明健以及各区区长们陪同下，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出席参加。市长谢国良向原住民朋友报告，未来将会持续投入经费照顾原住民朋友，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。今天是原住民的我们的朋友们一年一季的联合丰年祭，现场非常的热闹，我们也看到我们郑天才委员的夫人，大家也一起来参加。未来我们针对原住民的朋友，我们仍然有很多一些计划跟想法，针对孩子们的教育等等，我们都会有一些一系列的政策研讨跟未来的政策推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更多原住民的孩子，尤其在教育的方面，我们希望我能够为大家做得更多，也感谢郑委员夫人，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基隆的原住民议题，感谢大家。原住民总头目也非常感谢市长能够出席原住民最重要的丰年祭活动。我很欢迎他能够很尊敬我们原住民，这是我们的荣幸，希望我们原住民好好的碰到我们的文化传承，也希望说我们的基隆市市长好好监督我们原住民是什么样的活动，把我们的经费增加一点，让我们的活动更多更快乐，谢谢大家。谢国良除了到敬老席致赠红包感谢长者们之外，也拿着小米酒向来自基隆各地区的原住民朋友敬酒，场面嗨爆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